新庄狮子会爱心不落人后，日前特地前往丰年国小颁发奖学金给47位清寒家庭的学生。洪玉豪会长则表示，希望借此鼓励他们要勤奋向上，同时也不忘勤勉获奖的同学，将来学有所成，一定要懂得感恩回馈社会。推动公益不落人后，尤其是在帮助清寒学生这个区块，始终都是新庄国际狮子会列入的重点目标之一。像今年12月期间，再度前往新庄丰年国小颁发奖学金给47位清寒家庭的学子，希望借此鼓励他们在求学过程中勤奋向上，课业成绩优良更值得奖励之外，同时也不忘勤勉大家未来学有所成，要懂得感恩回馈社会。在我们新北市新泰武林，我们帮助了3000多位的学童来发放奖助学金，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今天是我们新庄会，也是我们今年第40个分会所办的，对学校中小学发放的奖助学金。希望这个有意义的活动能够造成我们小孩子能够更努力的读书。我要跟学生共同勉励，以后在将来能够在社会上有所成就，也回馈社会，让社会更温暖更温馨。校方感谢新庄狮子会长期热心公益，透过奖学金的颁发，帮助许多清寒学子减轻不少生活层面的压力。感谢我们狮子会今天莅临到丰年国小来为小朋友鼓励。那狮子会一直很照顾弱势的小朋友，所以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的一个颁证典礼。那谢谢我们狮子会照顾到弱势的小朋友，让他们有不一样的学习的机会。感谢狮子会的给我奖学金，因为最近爸爸妈妈都没有工作，所以家里没有钱。这奖学金可以帮助我们。除了颁发奖学金之外，狮子会还特地捐赠洗手乳，提供给校园师生们共同守护大家的卫生安全之外，同时还有爱心伞，在遇到下雨的时候便民使用。记者黄佑贤，新庄报道。